兄弟们啊，这把咱们又被刀了呀。哎，要是我能变得高大威猛，不怕内鬼就好了。好说好说，这是你找我呀。我去，我要是能变成你这样，还怕什么内鬼？这还不简单。Amas 汽车人模式霸气来袭。在该模式中，内鬼可以变身钢铁汽车人，同时拥有四个技能。一技能追踪炮弹，汽车人配有独门大炮，锁定目标可以发射追踪型炮弹，击中一下淘汰船员只是时间问题。二技能变换形态，使用该技能后，汽车人会变成汽车形态，速度得到了大大的提升，不过遗憾的是啊，对船员没有任何伤害。三技能喷气飞行，点击技能后获得大地图视野，选中目的地，汽车人开启背部的喷射引擎，就会笔直的朝目标飞去。四技能审判之剑，汽车人拔出宝剑插入大地，炽热的温度从地底出现，在一定范围的船员都会变成鸡腿儿。Cool. 哇哦，这汽车人模组真的是太帅了！小伙伴们，你们是不是也跟浪哥我一样，有点迫不及待了？那么废话不多说，赶紧开始。我要当汽车人，我要当变形金刚啊，不是，换台。汽车人内鬼，汽车人内鬼， nice， 咱们是内鬼。哇哦，这下边的技能眼花缭乱的，我都恨不得现在全部都点了。不过不能着急哈，找个隐蔽的地方去。就这儿吧，汽车人变身。哈哈，这也太帅了吧，色泽艳丽而不失庄重，整体颜色红蓝搭配，简直帅爆了。 Cool， 去找船员玩玩去。哎，臭丫头，嘿嘿，喷气飞行。哎呦我的妈，我去，怎么是小玉？臭丫头哪去了？溜了。呀哈，想跑，汽车人变换形态。就你这小短腿还想跑过我这六个轮子，溜，接着跑呀。咦，行了，接着找臭丫头去，让她见识下变形金刚的魅力。锁定目标，秀丫头，冲呀！还做任务呢？跑！我汽车人的大炮可不是摆设，人间大炮发射！我去，误伤了小玉！快走！啊，黄色的鸡腿，秀丫头的鸡腿，这一发火箭弹三个鸡腿。这发炮弹也太强了吧，嘿嘿，继续。右下角有一个，冲呀。完了，我好像卡住了。哎，白色的船员怎么起名叫擎天柱？大哥，我才是好吧，你个冒牌货，你给我站住。嘿嘿，兄弟们瞧见没，这还躲着一个，走。这家伙躲在石头后面，还以为我看不到。站住，再飞。审判之剑。Nice， 变成鸡腿了吧？再找找其他船员去。发现目标，这次咱们用追踪炮弹，走你。走，快回去看看这家伙有没有变成鸡腿。哎，不应该呀。哦吼，在这儿呢，真变成鸡腿了。辉哥应该还在呢。汽车人变身，走找辉哥去。辉哥，我来了。小浪兄弟，求放过呀。行，辉哥，你先跑吧，我不倒你。嘿嘿，骗你的。我来喽。审判之剑。哎，没打中。锁定目标。审判之剑。嘿，我竟然还就不信了。事不过三，咱们这次用追踪炮弹走你。赢嘞，帅气。不过这么帅气的变形金刚，怎么着也得再来一局吧。如愿以偿，第二局咱们又是汽车人变身。小海盗过来了，那就先解决你，走你。哈哈，超喜欢这技能。锁定冒牌擎天柱发射。看你这下怎么躲，还跑呢。小伙子看什么呢，把门关上。哎，这家伙居然叫霸天虎，难道不知道汽车人最恨霸天虎了吗？审判之剑。
这场蓝杀我是主场。再次锁定目标，辉哥。呜呼！审判之地。哈哈，这也太爽了，船员根本没办法还手啊。哎，小玉在上面呢。呜呼！嘿嘿，玉儿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哎呦我的妈！这个就用大炮追踪来解决吧，还往屋里跑呢。目标锁定，走你。又赢了，哈哈！不得不说啊，船员是真的惨呐，只有挨揍的份儿，根本没办法反抗汽车人。好了，各位小伙伴们，这就是 Among Us 的汽车人模式了。我敢说，这是迄今为止最好玩、最精彩的模式，没毛病吧？那么今天狼杀视频啊，就到这里吧。大家还想看狼哥玩什么模式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呀。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